你护什么法呀？那叫做护法，护持陀法。什么叫护法？法无来气，是名护法，对不对？法无生灭，是名护法。法不增不减，是名护法，不是吗？你护什么？清净心叫做护法啦。啊，所以来来来，爱登你的登去，忝你就休困，啊，那靠天了你就来，护法随缘。啊，就是你来随缘，去我们也随缘，对不对？为什么？境无自性嘛，法有来去呀、啊，心无来去呀、啊，心无生灭之相嘛，就是境无自性嘛，由见而有嘛，不见就无嘛，不分别就没有嘛。又推见处啊，啊，你又推这颗分别心，见无自性啊，见无自性啊，对不对？啊，你这样，哎，看到哪有真的，哪有是假的？是不是？那就你就啊，比如说啊，你阿 K 啊，是吧？阿 K 啊，这嘛发生车祸，这嘛的急诊室就袂哇，可能袂哇，对不对？这阿 K 不是最花心的，就是很花心的，让这哎，如果说哎呀，他哎，你跟他有过节，假设说你跟他有过节，假设说你恨他，啊，这嘛一堆被戏啊，你恨他，火化以后变成一堆骨头。一堆骨头啊，那你恨他有什么作用？不作用。或者是你爱他，爱他比较不太可能，因为阿 K 啊这比较不太可能，对不对？哦，你说你很执着阿 K 啊，那他现在都快往生了，对不对？可能今天晚上就会宣布啊，不好啊，对不对？那你想想看，有什么用啊？他才几岁而已啊，伊嘛夹真重啊，手去有机还夹着。啊哈，哎呀，你病苦啊，食头路摆地摊啊，就真善良啊，真善良啊。但是弄一个，他昏去，他即马啊，毋知啷念好啦。啊，即马都靠超度的力量啊，度掉我哩要安怎？是又推见处嘛，见无自性嘛，由心又动啊，不动即无啊。以心你有分别，你不分别，它就不会有事情的啊。又推动心，你这个分别心，分别心也没有自性啊，这是因为不解，独有不觉悟。那觉即不动，你觉悟它虚妄的东西嘛，是不是？师父的重复的一直说，啊，当你生命结束的时候，这一堆的骨头化成灰烬，你就什么贪嗔痴，你什么计较，通通没有啊，你就说啊，问师父啊，说。师父，我是个俗家人呐、啊，你能不能用简短的方式让我活得更快乐一点？两句话就好。我说两句话很简单，第一句话，哎，不比较；第二句话，不计较。OK， 啊，你这两句话背起来，你困话个靠背正经啊。不比较，不计较，没事。你闹什么代志？你去说讲什么代志？我问你嘞，对不对？你讲什么代志呀？我不跟你比较啊！我享受我自己的生命不可以啊？可以啊！哎，对不对？我不比较，我不计较啊！啊 ，OK 啊！这什么代志嘛？不代志啦！哎，有代志是领导的代志，不是阮家的代志。阮家从来唔包有代志啊！哎，就是安尼，又推不竭，无有根本啊！无有根本，只是无始的唏嘘。唏嘘就虚妄吸气呀、啊，念念自迷，是你自迷啊，不是我啊，是不是？当知无念的真心呐、啊，一无所有，一无所有啊。论云：如人迷故啊，为东为西啊。哎呀，一个人迷了方向啊，把东边当作西边呐、啊，方时不转，这个方向本来就是东边就东边嘛，它没有转动啊，是你自己迷啦、啊。你把东变成西呀、啊，是不是？一切境界哪里让你着迷？啊，是色不迷人能自迷啊，是你自己迷惑颠倒了，方式不转了、啊，众生也是这样，因为无明啊迷故啊，所以心就动，动就是分别，心是不动，我们的清净心本来不需要去分别了，分别本身是妄想的，是刹那一之间的执着，这一层的不需要的东西本来就是多余的，心实在讲，真心是不动的，若能观心知心无起呀、啊，即得随顺入真如门。啊，这是起信论的这句又讲得很棒啊！啊，起信论某一些角度啊，我们呢需要再讨论。但是、啊、大致上的起信论讲得非常非常的好，哎，大致上起信论，所以还是要研究的。
若能观心自心无起啊，即得随顺入真如门。当知所有皆是虚妄心念而生，这句啊要划线。我们今天所见的一切，通通是虚妄心所产生的。你觉悟到这希望的不动的那一念觉性，你一样知，知就好，不必能知所知，这样子虚妄马上灭，马上灭，哎，你的了解啊，就是这样子啊，即是虚妄心念而生，心有就有，心无就无啊，有无就从心呢、啊，有无就从心呢、啊，迷虚自解的，更应当自觉觉悟。啊，如果不自己觉悟呢，是被心所欺骗的。我们既然知道心在欺骗我们，更勿留心呢、啊。留的旁边写两个字：执着。我们不要动一个执着的念头，你那你就被心所欺骗了。被心所欺骗的，更勿留心呢、啊。不可以啊，去执着这颗心，好恶是非一时多放，这个划线呢、啊，通通放下。好恶是非一时通通放下。这心无住处啊，心没有住处啊，心无住处则无有心呢、啊。既然无有心，也无无心，也无所谓一个无心，变成把无心变成一种观念了。啊，有无总无啊，啊，有跟无总是放下呀，有跟无的观念通通要放下，身心寂静呢，身也空，心也空啊，身心寂静啊，那么命其万境啊，命就消除。一切天地万物的境界现前，你都知道不可得，不可得，不可得啊！万境无相啊，何本一明？一直是平等，明就是暗中默契啊，啊，何本心啊是平等啊，何就是何和我们的本来的心性是平等，暗中的默契啊，啊，明就明和。泯然莫照啊，啊，何为一啊？啊，这个寂寞啊，这个莫莫照，极静的照，照而不极啊，啊，虽然照啊，但是呢，它不极。以极为体，体无不虚。用极灭的为体，那么所有的体性啊，啊，没有一个不是空性。虚极无穷啊，啊，虚极就是空，毕竟空了，毕竟空就没有穷尽了，没有穷尽了，通通法界啊。通通法界啊，通通法界啊，法界是缘起啊，无不自然，哎，无不自然，来无所从，去无所至啊，去无所至啊，哎，虚极无穷啊，通通法界啊，啊，法界缘起，无不自然，哎，不是不自，没有一样不自然，这个自然就是本然呢、啊。本心呢、啊，法界的缘起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清净自心的展现，来是无所来啊，去也是无所去啦、啊，都是假象啊，都是假象啊，哎，都是假象。27页倒数第四行，金银宗密禅师。啊，这个宗密大师啊，是密宗的，不是密宗，这华严的，华严宗的云啊，宗密禅师一种，即今能缘已，现在这一颗啊，会说话，动作贪嗔慈悲忍辱造善造恶受苦受乐等等。当下就是你的佛性，此即此本来是佛，不离当处就是佛。所以你要找佛去哪里找？现前一念就是，除此别无佛。了此天真自然呐、啊，了之我们这个本性啊是天真自然呐、啊，故不可起心修道。哎，不要动一个念头说我要修。哎、嗯，为什么道就是心性呢？道就是我们的心性，我们的心性本来不生，本来不灭，不属修啊。道不属修嘛，亦无见次啊。如虚空不增不减嘛，但随时随处，他就告诉你啊，修了如何下手。
只要记住，随时随处，任何一个时间，任何一个空间，怎么样？习业养神，这个很重要。习业养神就是止习造业，就是不要去分别执着自己的见，这个业通通是由执着分别颠倒而来的，这很重要。习业就是你没有我执，没有分别心，没有颠倒见，这个业就停止了，通通停止，通通停止。养神就是长养心神啊，就是长养圣胎了。记住，任何一个时间空间都不能有所执着，不能有所分别，不可以有颠倒之见，这样长养圣胎叫做养神呢、啊、自然神妙啊，自自然然就啊神妙啊，就是不可思议的清净自性啊，通达无碍，不可思议啊，此为真悟啊，哎，这是真正的悟。又说诸法如梦啊，诸圣同说，一切圣人都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妄念本寂啊，沉静本空，我们的妄想这个分别见啊，颠倒见本来就没有的，是因为你认错了，哎，认错了，妄念本寂啊，啊，沉静本空啊，沉静本空啊，五欲六尘都摆在那个地方，是因为我们起心动念自己去执着它，对不对？你说你去百货公司跟我去百货公司，那我可以跟你去百货公司走没有关系，对不对？过来说我今天呢、啊，我是出家人啊，拜鬼拜公司为什么专鬼我都用不到啦，是不到啦、啊哎、没有错啦。但是如果说你去跟我去，心境因为看法都不一样，虽然我用不着的话，但是呢，那个心境啊也不一样。如果说一个心境不够的人，他还是会想这个想这个，看这个看这个啊，对不对？哎，那么我们如果悟到是沉静本空，你够看大金八的公司嘛不差，而且世间人一辈休困一辈为何等来造啊？也为说过去啊。说过，唔知奈何这个名念啊？念唔知什么意思？哎，说过，你去日本也有，来台湾也有，嗯，说过，啊，过来哦，真侪百货公司哦，你也看那个哪里放假那个啊？你看讲啊，这大热这，有时啊，你来看哇，刚才半边钱咧，你惊死人，嗯，安尼。就安呢，就是这样子，哎，这是沉静本空。那么本空的心呢，是灵智不昧呀、啊。啊，我们这个觉性啊，灵智的不昧啊，即此空寂的知啊，空性的这个知啊，就是我们的真性，任迷任悟啊，心本自知，就是你在迷啦，也不增，也不减啦、啊。你悟了也不增加，心本来就有知的能力了，这个知是绝对的知，不加任何的造作的知，就像镜子一样，镜子一拿来自然显现，那一切相连他不得，叫做即相离相，心本自知，不借缘生，缘就是条件呢、啊。哎，不借重任何的外在条件，也不因为境界而起来了，境界起不起来不关他的事情，知之一智啊，知就是空寂的灵知，无言的真智，这个知具足有八个字啊，空寂灵知啊，无言真智的知字，众妙之门，意思就是绝对的心性的知，这才是不可思议之开端。你要认知一切这些世间的假象，透视它，你的真性就显露出来，你的知就是绝对不迷。什么要学佛？为什么要学佛？就是他骗不过我们，骗不过我们。哎，所以要听经闻法。哎，在台湾呢、啊，在台湾呢、啊，福报大，讲国语也通，讲这个台语也通。所以有一次我接到大陆的这个长途电话，哎，很喜欢听师父的录音带，然后突然听得很喜欢，哎，突然听了一句话，讲
哦，困娃个靠背，这句一听无。他专程从广东打长途电话过来，打长途电话，慧立法师，我这听你的录音带啊，哦吼，佮专工放真大声我听，你有听到无？你有听到无？我放真大声，我讲有，真正我的声就对了，因为广东拍长途电话，佮放我的录音带我听。哎呀，你在讲经说话讲的啊，大家听得很高兴，突然听了一句话听不懂，是哪一句话？这困娃个靠背。啊，我们哦，都打电话去问福建省，问福建的也讲闽南语、台语的，讲困娃个靠背什么意思？讲哎，讲伊讲假款的，讲讲真困娃的时阵爱靠老爸。嗯，我讲敢那不是安尼哦。哎，我讲哇，这真假烂了、哦。啊，这就不晓得怎么翻译哈、哦。这台，我说这是台湾的形容词啦。啊，表示很快乐的意思啦，哈、哦。哎、欸，啊，这句嘛唔知想发明嘛唔知，是讲暂时个用一下安尼尔，啊，听不懂。他说、啊，哎，你每次都，我们都听得很高兴，你每次都是差了一两句台语，我们就大概都点点过听无。啊，希望师傅你以后讲经不要这样子，全部都讲国语嘛，对不对啊？他说，好好好，以下说，若顿悟此空寂之知啊，啊，空寂之知，空寂就是提了，之知就是用了。如果顿悟到一体起用啊，就是一不生不灭的体性而产生的作用，虽然作用还是不生不灭啊。这个知字且是无念无形啊，那么谁是我相、人相呢？众生相、寿者相，通通没有啊！啊，我们这个觉悟啊，了解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个绝对的心性是无念无形的啊。觉诸相空，我们觉悟到一切相本来就是空，本来就是空。可是人很奇怪，哎，我们明明知道啊啊一切空啊，但是就是很难。就像那个火葬场的那些托工啊，他每天呢、啊、是烧死人啊，每天都火化烧死人，哎，烧死人。哎，烧那个有时候这行很好赚的呢，很好赚的呢。我们去台北那个第二殡仪馆。排不下去的，你排不下去，或者那人家殡仪馆、火葬场，你排不下去的，要怎么样？要红包的那个，要红包的啊！你这是看着今天呢是最好的火化的日子啊，大概拢钱金那里被火化，这些西人就这样啊，意思意思的啊，拿一个红包啊，意思意思的哈、啊。哎，我们这个这具尸体啊，先处理，我这个家属啊，先处理，今天 要放在哪一个灵骨塔、纳骨塔里面。嗯，他就有个意思意思的，礼貌上啊，哎，这样你就会比较顺利一点。你看，哎，但是他每天都在火化，火化，火化，哎，他不晓得，哎，是有一天哦，我们也会要死亡的，对不对？哎呀，他到现在还不觉悟啊！你看那个火葬场那个，还不是一样吗？还是执着啊！所以每天看人家在火化，他看久了麻痹了，没有什么作用了，是不是？哎，所以我们接触相空啊，哎，心智无念，心就没有分别，念起即觉，只要我们动念就觉悟，动念就觉悟，就透视的意思。啊，念起即觉，动念我们马上就觉悟，哎，这个不可得，动一个执着念头，动分别，动颠倒见，马上就觉悟，对不对？我们才不会把这个一个情绪引落到一个低落到跌谷。或者上升到云端，我们绝对不会这样子的。为什么？这个都是极端啊！真空法性如同虚空一样的，需要这样子吗？啊，念起即觉，动念马上觉悟，觉知即无。你觉到虚妄的东西本来就没有，所以修行妙门呢，唯在此也。就注意你的起心动念啊，令心无所执着，信心明。这么说，信心明是。禅宗的三祖啊，这个深忏大师所做的，这个是啊，非常棒的信心明哦。这本啊，将来有一年还是要讲的信心明啊。明曰：是虚名自造啊，不劳心力啊。哎呀，我们呢，只要下这心性的功，只要我们开悟啊，哎呀，一切虚名自造，一切心境通通清清楚楚，根本就不需要用功。不劳心力，你连动一个修行的念头都不要，本质圆成啊，本质圆成啊，你需要修什么？
对不对？又若若提自无取相之知啊，那么故言无知，意思就是啊，如果这个心体呀 啊本来就没有取相的知啊，所以是无知。哎，这个无知啊，就不是取相的知。那不是前念起知啊，到后念忘却啊，前念起这个分别心，后念发现说，哎，前念是分别心，由后念来代替前念，把它打掉，那这一念还是分别啊，还是分别。你有前念，有后念，那这个就是落入生灭。修行人都大半都是这样子。比如说，哎呀，我们以前怎么样不好啊，发现不好了啊，我们拼命的求忏悔了，结果因为太自卑了，太自卑了啊。以前呢、啊，以前有一个啊，有一个人呢要来这里出家，来这里出家，那出家呀啊，他小时候啊啊，这个犯了一些过失啊啊，我跟他讲没有关系啦。哎，他不要，他不原谅自己，他没有办法了，他不原谅自己啊啊，他知道不对，可是啊，变成一种落入一种执着啊，我罪恶很重，我罪恶很重，哎，我不够资格出家，哎呀，我跟他讲业性本空，他听不懂，他听不懂啊，哎，他执着，啊，非常执着，哎，到现在也不晓得有没有在执着，不晓得了，啊，他结果就失去这个出家的因缘。因此，我们了解啊，如果你晓得妄念本空啊。我们现在开始啊，好好的做就好，啊，不是前念起知啊，一直到后念呢、啊、忘却就忘掉啊，这个知啊，由后念除掉前念，那然后才名叫个无知，这个是错误的。如果变成这样子，后念除掉前念，这个变成了无记之心，也是无明。哎，无记心也就是无明。什么叫做般若的无知呢？啊，盖是无缘之智，啊。无缘之智，也就是绝对的意思。因为缘是假象，缘是对立，缘是生灭啊。那么无缘之智就是没有生灭的智慧，照无相之境啊。啊，我们见一切相都知道是无相，真境是无相嘛，真智是无知啊，境智明一就合一啊，理无不尽啊，见无不穷啊。可谓佛智见性啊，又复有，就如果有取相之智，只要你动到一个念头去执着，这心有见爱啊，就是分别障碍。只要你着相的知，那么这个就是有隔碍啊，哎，不能垢净同如。垢跟净怎么能够同如呢？垢如净也如，叫做垢净同如。何以故？垢性本空，净性本空。垢净是对立的，不是真正的净。垢净通通放下，叫做真净。所以不能啊，垢净同如，有无一指，就是同一指意啊，一个体性，有跟无同一个指去啊，照空迷而变有啊，这照空迷而变有就是迷了，没有能力去分辨这个有。哎，那么这个就不圆满。虽然你照空性。但是呢，哎，迷而变有，就是没有能力去辨别这个有也是空性，知俗怪乎了真呢、啊？知道这个俗谛啊，拳脚的方便，却违背了真心，了悟真心啊，违背乎这个真心，那么就没有办法圆照万法。前面意思就是说啊，但于空的迷有知俗怪真，这两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有所不知，故因有所不知。永嘉集啊，我们已经讲过了。若已知知己呀、啊，啊，此非无言之啊。已知知己这个知啊，啊，就是觉的意思啊。如果我们用一颗分别心的知去知道这个集，那么这样子也是有能所。不是绝对的知，也非无缘知，无缘就是绝对，非绝对的知，非清净一真法性的知，非无缘知。如手执如意，我们用手拿着如意是一种器具啊，
啊，哦，我们如意啊，如意，玉啊，一种啊，玉啊，玉啊，啊，手啊，用手啊，拿着这个玉佩啊，如意啊，哎，非无如意手啊，你不能说，哎，没有我这是拿如意的手啊，非无如意手啊，意思就是我们用一手拿了这个如意啊，如意啊，那么，哎。并不能说啊、没有一只如意的手拿如意的手，你不可以真的把这个手也否认掉啊。意思能拿的手所拿的玉，那你不可以否认这个能所的这个手啊。若以自知之啊，亦非无言之啊。如果以自己一个知能知的知，即分别一个所知的知，以前念啊，以后念去分别前念，后念的知去分别前念的知啊，那么后念是能知。前面是所知，那么这样也不是绝对的知，亦非绝对的知。就像手啊啊，把它握一个拳，非无不拳手，哎，不能说没有一个握拳的手啊，对不对？这个手跟拳是不二不离的意思啊，非无不的意思就是不离啊，不离一个拳的手啊，还是不离这只手啊，你不可以否定它，你还是能所不断呢、啊。也不知知己啊，也不是能知的啊，去知道一个所知的己啊，也不知知己啊，也不是一个能知的知能知的知去知道所知的己，那不是这样子，哎，是以不知知己啊，也不知知，也不是后念知道前念，后念是知，知道前念的知，这都不是绝对。哎，不可以为无知，也不可以说是像世间的凡夫的无知，无知就是无明啊，啊，也不能说它是一种无明，因为它是自性了然故，我们的清净是绝，清净自性是绝对的，不同于目识，目识就无知啊，手不知如意啊，也不做拳，我手不拿如意玉佩，也不做啊握拳，你不能说你没有手啊，对不对？哎。以手安然故，手是事实上有吗？不同于兔脚，哎，兔脚是虚无的啦。乃至今言之，不惜知之。哎，我们现在讲的知是当下的知，绝对的知，不需要后一念的知去知道前面那一念的知，但知而已，只是绝对的知而已。见一见相，就这样看，是不是？就这样讲话，如是知，如是见，如是运作，无碍。但知而已啊，只是知而已啊。这前不接灭，后不引起，引起呀、啊，啊，前面不接这个念头，哎，所以它不接这个灭，前灭，后面就起了，是不是？所以前不接灭，后不引起呀、啊，前后就断续，断出这个相续，意思是这样，当下就是绝对的空，就是当下的绝对的空，你就不会啊。拼不过去，像报纸登的说，哎，一个师范大学一个女孩子啊，他们电视这样报道说，啊，也许是我以前看不开，是研究所了，读到硕士了，钱看不开，结果啊，一下子上吊自杀很辛苦的呀。我们人死的时候那个相啊，就跟你临命中的相的时候，哎，一样的。那你要死的好看一点，上吊自杀的，对。吹鸡笼偷金等啊，对不对？那你做鬼的时候，你的死亡的相就是你临命中的相啊。在鬼界没有老啊，没有那个老相啊，它不会变化的啊。影像就是这样子啊，除非你跟他做功德，他相就慢慢的变啊。嗯，有做功德啊，是不是？有的人呢、啊，就这样子，他在世的时候做不好死了以后，哎，常常梦见他前身呢、啊，哎，穿得破破烂烂的，哎，给他做功德以后，哎，显现出来的病都请谁做？请经呢？这个我们做法师啊，住了一二十年啊，常常听到有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呢。做了一次法会水路以后，他看到的他的家人就是来告诉他，很感谢他。我说万物立于这般吗？一共没有，很清楚哦，真的，所以。这你说这个法会吗？全部都是迷信吗？那也不尽其然，是不是？哎，所以说这个师大呀，这个死得很冤枉，死得非常冤枉，哎，吊刀自杀，为情而杀，啊，是不是？哎，
所以说这个世间呢 没有听到佛法的呀，是很可惜啊、哦，很可惜。前后断系，中间自孤，孤就是独立唯一，当体不顾啊。那么不着不顾就是不着了，当下不住着，应时消灭，自体即已灭啊！啊，知道这个无自性啊啊，以自体已即已灭，怎么样？豁然如脱空，豁然就是开朗解脱的样子，脱空就是依托于虚空，不可得，安住在无所住的地方啊，即而少时间。即然少时间啊，在一刹那之间啊，即然少时间，未觉无所觉呀 啊只有觉悟到无所得，即觉无觉，无觉之觉亦复目实啊，就即觉也是没有所谓的觉的执着啊，那么无觉之觉，这个无觉没有执着，一个觉悟的这种觉性，并不大不相同于木头跟石头啊。不同于木石啊，观和尚这么说，此上无缘之知啊，这是一种无缘，就绝对的不必借重任何条件的知，缘就是条件嘛，没有任何条件的知，那就是通一真，处处时时都存在的绝对的知，对不对啊？这个就是禅宗的妙，那见一见相就好了，不安任何的见，不失善，不失恶，不失是，不失非，没事。禅宗之妙，以彼但显无缘真智啊，以为真道，以为真道。若夺之者啊，夺之就是放下了。如果把它放下，夺之除掉它啊，有所夺啊，那么另一意思就是换一个角度来说说，但愿本心不随妄心，未有智慧照了心缘，所以需要能所平等啊。等不是照，为无知之知啊。但显本心呐、啊，啊，只要你显的本心，也不随妄念呐、啊，啊，没有一颗智慧照了心缘，那、啊、这未有智慧照了心缘，所以需要怎么样？能所平等呐、啊，等不是照，平等呐、啊，也不是这个观照，这是无知的知啊，本性是无所知的知，哎，怎么样？此智至于空寂，无声如来藏耳。我们这个绝对的知是了悟啊啊，要这样解释，此知啊是了悟于一切毕竟空寂的无声如来藏性，所以这个第二个知啊，此知知矣、啊、这个第二个知是了悟，这个知是了悟，彻底的了悟毕竟空的无声的如来藏性，这个叫做妙。我们有没有了悟啊？经引楞严书啊，楞严经我们讲过了啊，就是楞严经译书啊，注经啊。现在引用这个楞严书这么说啊，说引啊，集中以辨真心跟妄心，扣这个中来辨这个真心跟妄心，也就是闻性而可真，可真就是集真了、啊、我们的闻性啊，在眼叫做见嘛，叫见性嘛。在耳叫做闻，就是闻性嘛，同一性没有两性，眼见一切性、眼见一切色法不生不灭不执着，就是见性，耳闻一切声成自生灭，闻性不动，这个就是自性，不受影响的意思啊。我们用外面的声音跟闻性来辨真心跟味啊，跟妄心，这举生成而变妄，举这个生成而变这个妄啊，若因声有闻，如果因为声音才产生的闻性，这个闻性就不离声音了啊。如果离开声音而有闻性，这个就是真闻。哎，这一段呢、啊，听不懂的，我一定要再一次的演练排腹的。这个，除非你开悟啊，要不然你真的不晓得他。不晓得他在讲什么东西，我一定要重复再告诉你啊！你现在要注意听，比如说这是一个扶持，我这样拍，我这样问，你要注意听，有没有声音？有声，对不对？有没有声音？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了，只是问有声跟没有声音了啊，大家有没有闻？有啊，有没有闻？有啊，闻到什么？闻到极静啊，声音有生灭啊，闻性不管你有没有声音，它通通在闻啊。再讲一遍，有没有声音？有声音，有没有声音？没有。声音有分有声音跟没有声音，缘起就有声音，没有缘起就没有声音，对不对？好，我们现在讲闻性哦，闻不闻？闻。闻不闻？还是闻呢？为什么？闻性一直作用啊，对不对？表示闻性不生不灭，不借着因缘，我们的闻性啊，这样你闻到什么？闻到声音呢、啊？这样闻到什么？闻到极静啊，还是闻呢、啊？如果你不闻的话，这样声音叫做闻，那这样叫做不闻，那不闻就失去功能了，自信就消失作用了。所以不管你答跟不答，通通闻性本性一直在作用，成自生灭，自性不动，成一直在生灭变化，清净的自性一直作用出来，乃至于说你把眼睛挖起来，它只是眼根坏掉啊，自性没有坏掉，为什么？他的手皮肤还可以感触啊，还可以感触啊。你说，哎，这个人耳朵聋了，耳朵聋了，哎，他眼睛挖掉，耳朵听不到，他的觉性，觉性还是一样存在，对不对？要不然，耳聋的人，眼睛瞎的人，他是什么样？可以打电脑啊，打电脑啊，还摸摸，哎，那打字板呢？是不是？哎，他的觉性还是一样的，觉性还是一样的，是不是？啊，有的人眼睛瞎了。啊，耳朵聋了，哎，他还结婚，结婚要怎么样？还生儿子呢？感官有作用，感官谁干？为什么？还是一样觉性啊，还是有这个觉性的东西啊。所以说啊，记住，声音分有跟无，闻性啊，不管你有声没有声音，这闻性一直在作用。记住，这个就是本性。啊，好了。听无，一直看我嘛是听无啦，嘛是听，嘛是听无。若因声有闻，此闻就不离声。如果我们的声音，有这个闻啊，如果是因为声音才产生的闻性啊，那么这个闻性就离不开声音。如果离开了声音，有闻性，这个才是我们的闻。如今但知随声之闻，我们现在都是随这个声音。哎，我们是都是随着这个声音呢、啊，哎，随这个生成，世间人就是这样子。你说闻不闻？闻，哎，你这样闻不闻？他说不闻。你看，讲话自己颠倒了。一个开悟的人，闻不闻？闻，闻不闻？还是闻呢、啊？为什么？觉性一直作用啊！不管你打不打他，有没有声音，他都是作一直在作用啊，对不对？那凡夫就是闻不闻？闻。闻不闻？不闻，他就会这样回答，啊，就是这样回答。凡夫就是这样子，搞不清楚状况，啊，所以如今但怎么样啊？随生生是生成之闻，随这个生成生灭之闻，此闻不离生。这个闻性变成不离开这个生成了、啊，成啊，只合是生，那么这应该合就是应该，那么这应该是声音呢、啊，不应该是闻性啊。如果是真闻性，如果是真实的闻性，就像水是不灭的，生成就像风，哎，鼓水就像波，哎，鼓动这个水就像成波，所以有闻相，生成不齐，闻相就没有，而闻性是不灭的，以性是不灭，生成如果来了，还有闻相，但是水是不灭的，闻性是不灭的，比如风动的时候，就有波相。如色的真性，周遍的十方，随心感现则有色相，随心感现则有色相，啊，此时闻性也是这样子，所以知道不认自体恒常的闻性，我们不了解我们身上这种不生不灭的清净的闻性，啊，切训这念训训虚于恩训，训就是追逐，切追逐的外在的生成生灭的闻相。我们现在通通是这样子。
通通是这样子。所以人家骂我们一句，我们会烦恼；我们来讲是非，我们内心里面不愉快；我们来赞叹，我们今天愉快。哎，一下子哎，赞叹这个僧团，对这个僧团有信心；一下诽谤这个僧团，对这个僧团没信心。那你是什么？你是修行人啊？现在是你是依法不依人啊，还是依人不依法？几乎 佛教徒差不多，90%都是依人不依法的呀。我看是95%啊，搞不好是99%，哪几个是依法不依人的啊？对不对？你是依法不依人的，这个法师讲的是正法，那什么什么事情就放下，就是听法。为什么？诚自生灭，自性不动嘛。学会了一句话，终身受用不尽嘛。学了千百句都用不上，那你到死你还不是做一个随波逐流的人，对不对？训生成生灭之文相啊，你悟到的清净自性，人家骂你好，赞叹你，不可得吗？人家诽谤你，我们自我检讨吗？有的改吗？没有的话，我们也不要去跟他计较吗？不，什么事情都消弭无形吗？广钦老和尚不讲过一句话吗？那句话是我最敬佩的。他说，一个修行人应当把有转化成无的能力，我们一定要把那个有转化成无的能力。我们现在要把生灭转化成不生不灭的清净自性。哎呀，你生成啊怎么样子，哎，通通没有关系，通通没有关系。哎，所以这个生成是很可怕，是很可怕的呢。像我爸爸以前去花莲做这个推土机，这推土机结果一到晚上他们就去外面去打牌二哥三哥都不在留我一个人那时候我大学刚考上在山顶一间厝都没人还留一个妹妹在那里，他们爸妈去打麻将。然后一个工人有一个工人那里的工人他每天都是喜欢听这个邓丽君的歌听以后又哭了，就哭了。那时候我没有学佛没有邪火，这个声音这个歌声会感动一个人会感动一个人。这歌声有时候也是一种和平的有一次这个日军跟我们中国军在打仗的时候这当然这是一个故事电影的故事，在打仗，两军相对打死了不晓得多少人然后两队后来弹尽援绝了，两队都不想要打对方了，然后中国跟这个日本两个对峙，两个都弹尽援绝了，要杀过去也不敢，他杀过来他也不敢，后来就怎么样？后来这日本军就唱歌，我的家庭真可爱，父母早死兄弟亡。就唱这个老辈早死人兄弟拢早亡就唱这个我的家庭结果我们中国军也跟着一起唱，两队大家一边唱，两队的军队就落泪。我们今天在搞什么东西，对不对？我们也不是冤仇，也不是仇人，我看到就打，打死一大堆尸体一大堆，两军为了什么？我们打仗是为了什么？就这样子，两个一起唱歌，然后。就两边两个队伍就把这个武器全部放下，就一直走出来，一直走出来，就自然的在这个歌声当中很感人的一个画面然后有人会讲日语就翻译，我们这样打仗是意义是什么？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我们杀的这个难分难解，死的一大堆的人，所以这个就是有时候这个声音也可以感动，感动了哈，但起码。现在人是这样，都是着于这个声色所以这个追逐生成声音生灭之相的文相这是每一个人无始劫的习气虽乃闻赞而生喜闻毁而起嗔这就是众生相众生相是吧？以迷本文，就是本性之文我们迷了本性的文，就文没有关系，声音一直显现，你都不要去起心动念，不要去改掉，故随声流转就是这个声音流转，所以这个文殊这么说众生迷这个本文
啊，寻声所以流转。我们呢，一直听到这个是是非非、善善恶恶、恩恩怨怨的，拼命的造生死业，起心动念一直放不下，一直放不下，对不对？哎，太太啊，不满意就激怒了先生，先生不满意就激怒了老婆，激怒了老婆，是不是？哎，就寻声一直流转，造生死业。有几个人会知道啊？我们的本性是当下的啊，没有的。声音是很可怕的，夫妻之间吵架是什么？听未爽快啊！阿难中强计啊，不免堕邪思啊，都是用分别心在听啊。随着生成分别啊，岂非随所轮啊？就会随着一个境界啊所沉沦呐、啊。闲流或无妄，闲流就是入流，回光返照就会获得达到，没有妄虚妄的心。啊，又说闲如道闻机啊。你机就是分别啊，让把你回光返照这个、啊、颠倒的心，让你的 不生不灭的心性啊啊，把它扭转过来，把生灭化作不生不灭，就闻自性。所以叫做旋炉转过来，道就是颠倒过来，闻机啊，哎，闻你这个分别心，你就会发现妄本空。旋过来，注意关照你那颗分别心，你会发现那颗分别心是多余的，是虚妄的，是无主的，是无自性的。当体即空，就反闻闻自性，你就会显现闻到你的自性，清净的自性，性成就无上道，圆通实如是啊。所以用本性修行啊，那比你用这个病的啊，这个头破血流啊，何止是百千啊万劫啊，是不利生其祸法身啊，愿今德国城堡王啊，不利生其祸法身，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不必经过三大阿僧祇劫，当下啊，要获得啊不利生起，就得到法身，清净的法身。为什么悟到不生不灭就是这样子？如今以身为闻呢、啊，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声音呢、啊，当作是我们不生不灭的清净自性，就跟着转了、啊。背心行境啊，违背了真心，行着这个假象的境，一直拼命的打转，分别到最后死了，什么都没有。什么是老大？下面是啊？下面是老小，是不是？你黑道的，现在黑道老大通通在绿岛，哎，对不对？黑道的老大通通在绿岛，不是去用台戏，不都去用啊？不是台戏人啊，我多呀，哎，我多。现看了，现鬼东西，一只阿，一只爸，根本讲你那车子两只阿爸，唔对，阿爸阿无效，嘛是掠去关啊，哎，变不赢国法了，没有用的了。内心行境啊，岂不是道闻之机啊？哎，这难道不是回光返照的啊？啊，这个之机就是说这种分别呀、啊，哎，分别就是机呀、啊，啊，岂不是反闻闻自性，就反闻到你这个分别性的不可得？如果能够闲身成之有流，流就是流转生灭，把它转回来啊，发现身成自生灭。声音你再怎么样都是这样子，如如不动啊，声音我们答，哎，声音来，哎，声音去，哎，声音来，哎，又没有了啊，它一直生灭，可是我们的觉性就是一直存在，不管你怎么生灭，我们的觉性一直存在，复本闻之无妄，我们啊回复到这不生不灭，无妄想心，则是反闻自性啊，得本归元，内面一根啊，一根就是无明的根本。从内在啊啊灭掉这个无明的根本，外消沉静，从外面呢、啊、放下这个不可得的沉静，能所寄托脱离啊本觉道成啊，本觉道成。三十页，即照圆通啊，真实如是。所以佛告阿难，以诸众生从无始来行诸声色啊，就是追逐这个色身啊。啊，那么逐念流转啊，随念就是妄念，追逐这个妄念的流转，从来从不开悟性境妙常，从来没有开悟到我们这个啊性境本性的清净，不可思议的妙常，不行所本呢、啊，就是所常，就是本心呢 啊不依照我们呢、啊、的本心，却追逐那一些生灭。由是生生就是生生世世了，就杂然就流转。如果我们肯放下这些生灭啊，诸行无常嘛，就是生灭法嘛。
生灭灭矣。如果了知道生灭本不可得，生灭就灭了。什么叫做不生不灭？就是生灭。什么叫做无为法？就是有为法。有为法当体即空，就是无为法。生灭法当体即空，就是不生不灭法。若弃生灭，守一真常，真常就是本性呢，守住我们的本性，常光现前，根尘四心应时消落，六根六尘六识所有的建立的观念我执分别颠倒见通通放下，为什么不可得？前面不是讲吗？火化以后，烧了以后，谁是我们呢？哪一个是我们今天这样子的活的痛苦颠倒妄想？是谁呀？谁让我们这样？是我们的颠倒啊！应时消落，想象为成呢，事情为垢。我们呢啊，看到这个假象啊，为成就像灰尘一样的染污我们清净之心。事情，我们这个分别的情执就污垢，污垢，想象为成啊。用一个，比如说，哎，你看到一个女色，她长得很漂亮，那一印在脑筋里面，哎，看不开了，糟糕了，放不下。或者看到一个俊男，俊男是不是啊？他放不下了。啊，他们整天就是这样想来想去的，就是没有办法放不下。哎，有一天呢，他死了啊。那我们说的像显在这前面不是假象吗？对不对？是多观白骨观，多观不净观，死观坏观，然后啊火化观，那都无什么的啊，灰化了无什么的。哎，想象为尘啊，事情为垢啊，恶聚远离啊，两个通通放下。这奴法眼啊，还是我们的法眼啊，应时清明，云何不成无上之劫啊？是以若了闻性，即成正觉。于是心静双融，合一就是双融，动静俱泯就是消除。如观音言：彼佛叫我从文思修入三摩地。出于文中入流王所，哎，王掉这个所，有能有所嘛，所入即极呀、啊！啊，我们能所既然没有了，动静二相就了然不生。如是渐渐真呢，闻所闻尽啊，再加一个字，闻的前面加一个能，能闻所闻都尽了，尽闻不住，这个闻的也没有了，尽闻不住。啊，觉所觉空，这个觉的前面加一个能，能觉所觉也空，空觉即圆，到空性啊，达到了最极圆满，连那个空所空灭，能空所空也没有，那么能空所空也灭了，生灭寂灭，动静根结空灭，我们的楞严经都讲过了，生灭寂灭，寂灭就现前。突然超越四出世间十方圆明，或二殊胜。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以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以诸众生同一悲仰。是以初从文性入时，从不生不灭的心性下手，先放下动静生成之境，再来放下能闻所闻之心。心境既然通通放下了，哎，又不执着一个无心的境界，以及能觉所觉的智慧，这个觉悟的智慧通通放下的空，这个空也空，才成为圆觉。所以说空觉即圆，空所空灭，始尽生灭之源，到极灭本妙觉心之地。就像起心论这么说，一切诸法皆由妄念而有差别，一切妄想，一切诸法都因为我们妄想执着，才有产生种种的差别。如果我们不强加分别，不强加这个妄念，则没有境界差别之相，没有的。所以知妄念空而根净泄，泄就是消除，净就是尘，根尘净消除。四相就分别妄想消而尘垢尘啊，而尘垢啊消没尘没，这法眼应时清明，常光了然顿现。见闻本性既然是这样子，诸根所现也是这样，六根由不生不灭的心看一切相，通通不执着，通通是见性。所以经典说六智在王，就是六根啊，就是本性出去就是六智在王，哪一根出去通通是没有分别，所以分别不做分别想，常清净故。又所楞严经记云：一根即反言，只要呀从眼根或从耳根回到不生不灭的清净本性，六根成解脱，你看什么通通不着，
见闻如幻意啊，我们所见所闻啊是不实在的。意就是眼睛有毛病了，三界若空花，空中哪里有花，哪里有真实的三界，不实在的。闻复